这个上步，在外边，那都变成这样子。你说，他所以说他这样上，变成这样子。如果在这边是直接打打的，那个步，我出去了。这个只有往上跳的时候，人能成功去。那步往前走，人那个步，只是看你是想把对方放多远，靠你的脚往前看。你放到这里能吃住，那打出去2米，往前走半脚，打出去3米以外。 如果走一脚都是3-4米的，在3米到4米的区间，因为甚至5米，这区间，然后往下放的时候，你看，我为啥讲你走往外张，他打是这样的，啪一种，这样打，这样打，这个圈大，这个圈小，后面那个右手圈小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哦，你看，这个上这个大。 这个小，到这边还补一肩，然后上步杆，这样子，他腰往这边放，对，然后再对放平，对，嗯，这个起来不要下，等脚往下到的时候再伸再转。 再起。